本次宣传片的风格是走摇滚路线，充满时尚风情的超级女生们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摆出各种 pose。本次宣传片的拍摄最难的部分是需要选手们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跳一段热辣的舞蹈，这对于不爱在镜头前表现的张靓颖来说实在有点难。不过在导演不断的鼓励之下，张靓颖也逐渐找到了节奏，她放下头发，秀出了自己最奔放的一面。平时以擅长热舞而著称的李宇春，这一次却有点不在状态，睡眼朦胧的她也让人看到了她罕见的舞蹈。